想要盖台箱，我要想象。你不行，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。好难诠释这东西哦，二里。好了，我好了。你怪多久？你的也没多少啊。可是我觉得蛮有创意的、啊。要多久？再来一个。我要吃便当哦。吃吧。好难有那种感觉哦，这样有香吗？我觉得我盖得很棒，我觉得要立体。哇，刺鸡腿！哇，好爽！哇，母汤哦。我盖得真好看呢、啊。Hello。哎。好，太好了，期待。不知道为什么哈基说太好了，我有种不太妙的预感。会怕哦。不用怕，我盖的这么好看。我看立体好难啊。啊你五星吗？完了，我做不到了，怎么盖了？然后有人放弃了，放弃挣扎了。煤炭来了，煤炭来了啊！用煤炭发电啊 ！PM 二点五，火力发电，火力发电。没有，至少呈现那个感觉。你讲求的是感觉，对，一个 feeling， 感觉到了，秋风就懂了。对哦，你叫我全面了，不用担心，一定让你有 feel， 可以努力一点吗？多盖一点，你慢慢来好不好？我不急，我不急。哎呦哎呦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 feel。那秋风一定可以懂啦。一天到晚在外面玩，算不算省电啊？省家里的电。省家里的电，行。哇，有人连那个 logo 都知道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怎么不可以？不可以？可以可以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盖好了。要多久？我盖的真好。相信峰哥，对，我们只要相信峰哥就对了。佛系省电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省了。太会省了吧？佛系省电。我是最推这种方法，我也是这样子使用。对啊，我们就一直用嘛，一直用，缘分到了，它自然电费就下架下来。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断电了。直接就断电了。那个是二零，那不是我们哦、啊。不是，你不就被断了？缘分到了，那个自然就爆炸。对，电就没了。等一下，二零不见，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、啊。没有这么巧，没有这么巧，世事难预料。好了，咦，好，知道了。九六天使，哎呦，换色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觉得比杰克慢的都不行。小玉，你还很久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那我就不换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是先按好再来改的。哎呦，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还在那个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有人跟我出一样的题目吗？啊？
啊，你该不会弄鸟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真的还假的？啊啊啊啊！这个是什么？不是吧？什么？这什么？所以撞题是要用这种死念方法吗？你看得很明显了。什么？所以撞题、啊、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撞题用这种省电方法吗？哎、欸，撞题就使用那个省电方法吗？真的吗？不好吧？小雨会怕。我很怕，抱歉抱歉。这个到底叫做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干什么啊？什么？借打一下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打一下。先，我目前只看出这个东西而已，这太难懂了，太难懂了。很难呢，难表示呢。哦，懂。这是什么、啊、线哦？这是什么、啊、枪哦？像 mail 一样。我打什么？啊？哇、哦，这神念不错啊！我看不出来了，我看不出来，我怎么？后来我忘记了，难听。为什么要这？这不懂啊！这有好多意思哦。这什么？哦，大概知道了。什么啊？啊，飞出去。有没有奇怪？不是省电吗？怎么在发电呢？你要问杰克，题目是杰克出的，不是省电吗？省电也可以发电啊！哦，猫掉！感觉可以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啦。省电，我觉得我很棒了。我这个这个很省电，完美啊！解释的真完美啊！解释的真完美，花的是油钱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我真的忽然想唱一首歌哎、欸！想对你共处心来喂。爱情现实批吗？这首歌爱情现实批。怎么会忽然想唱这首歌了？哇，这是有这个东西吗？秋风？当然没有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什么？这是有那东西吗？当然没有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怎么了？高招吧。太难盖了吧？谁在我们那边起不难的？省电可是我要用到红石哎、欸。二零，你觉得太难盖，你就可以假装断电。假装断电。今天没报到，人直接不见。那有事先走喽。哎，好久没盖红石了。那居然盖到红石去了。对啊，用红石发电。嗯。哦。哎呦！好像有点恐怖。哎咻！哎咻！超好意思，好，可以。想想怎么盖比较好。反正就是呗。哎、欸，拜托拜托，多盖一点好不好？多盖一点，多盖，多盖。有一点是一点，也是秋风哎、欸。多一点是一点好不好？多。我盖多。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这是侮辱你啊！我真的不行，不要太看得起我。
什么？放这三回，我不知道这三回啊。嗯，盖得真完美。嗯，完美完美 ，perfect perfect。只是这真正能省电吗？好啦，都不要连在一起。我觉得我好像画蛇添足。没有，能意识到就可以了。行，意境是不是？有意境，有意境。哇，我又在担心了。有意境没得用，不用担心啊。啊！嗯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嗯，要盖比较好，这样子吗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你盖哦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哦，很拼命哦。好咯，我好咯。冰芒果就是好吃。又是第一个，要多久？感谢谢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按了，是不是秋风？可以按吗？你已经盖好了，不用了，再多盖一下啦，不要勉强，没关系。不要勉强，没关系。再多盖一下下嘛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何苦大家为难大家呢？孩子，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按下去了也可以改吗？嗯。嗯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不要那么快啦。可以吧？盖久一点，不知道要盖什么。压力好大哦。嗯，哎，宽一点好了。这个真的能省电吗？啊，超震惊的这一次。要多久？对。没差了，算了，不能没差、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看得懂啊，我怕，你懂我，你懂我，可以啊，身为同样都是地图制作者的，我们想法很相同啊，是吗？二零有苦，二零不敢说。我只能吃水果而已。水果，对不起。二零很会哦。指令方块。有没有？有 feel？ 哎呀，完美。小峰没问题了，我多花很多时间了。稳。真的哦，嗯。